那么我们看它，它有 X 分量，电场有 X 分量，有 Y 分量。那 X 分量呢，我们假设它的偏振方向是 AX 啊，那么它的振幅是 EOX， 那么它的 initial phase 是零。那么 Y 方向 initial phase 是 EOY。 好，那么因为我要看的波音挺向量啊，那么当然你要知道它的 H 场啊，因为波音挺向量是 E cross H。 好，那么相关的 H 场，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式子，因为它是朝 Z 方向行进，所以这是 AZ cross E电场，然后呢要被一个 eta c 来除，这个 eta 本身是一个复数啊，就说我们没有指定它是纯介电值，它可能会有一些低耗损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az 先 cross ax，az cross ax 呢是等于 AY， 是这一项啊。那么你看这个 AEOX 就跑到这里了，然后它的 eta C 呢，这是它的大小，那么它本来有一个 exponential J theta eta， 那么这 theta eta 就拿到分子，就跟这一项啊合并以后变这样子。好，那么 AZ cross AY是等于负 AX， 所以这个 AY 就跑到这里来哈，那这个 eta 呢，它这个 theta eta 就跑到这里，那么它的 Y 分量跟 X 分量，你看它这个比值我们不晓得是多少哈，还有它跟它的相差就是一个 Z 这个是希腊字母。好，那么 H 场求出来了，我们看波音挺，你要求它的功率密度，平均功率密度的话呢，我们要用这个二分之一 real E cross H star 啊。那么 H star 我们就把这个共轭复数把它写出来啊，这个共轭复数呢，那就是凡是有 J 的地方都变号，你看到没有 J 的变号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有 J 的地方就变一个符号，这个就是它的 complex conjugate。 好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把波音挺向量的时间平均值，我们求这个的时候啊，我们求任何式子啊，求任何一个量，你都要把它原来这个式子写出来啊，你不要一下子就写这样或一下写这样的，这样不好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它哦，原来这个是一个公式啊，大家都认识的，你这么一写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你怎么来的啊。那么 E cross H star take real 啊，那么我们可以啊在这里看一啊 cross H star， 这两个 cross 的话 AX 就是零了，这里 AX cross AX 是零， AY cross AY 也是零了，所以它只有 AX cross AY， 这个是 AZ 啊，摆在后面这一项啊， A 不是 A， 我看看 AXcross AY 是 AZ 哈，没错，它传播方向是 AZ 嘛哈。好 AX cross AY 是变 AZ， 那这个 AY cross AX 是负 AZ， 但是它前面有个负号也变成 AZ， 所以呢啊，它就是啊，这个乘这个就变成 EOX square 被 eta C 来除，然后这个呢跟这个合并啊，
J 贝塔就没有了，啊，那么只有后面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呢，又跑到前面去了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哈，啊，最后只有这个东西存在。好，那么取实数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 face 这个我们都不要了啊，就是前面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二 8c 分之一 ex square 加上 ey square， 然后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cosine theta 8减 sin theta 8，那么因为减 j sin theta 8，因为它是 real， 所以我们就取 cosine 啊，取 cosine， OK， 好，这个式子要记一记啊，啊，以后求做题目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你就直接用这个啊，不需要再去证明 ，OK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波恩廷向量的时间平均值哈，记这个，哦，记这个啊。现在我们是朝 AD 方向传播的啊，那么它电场是它有 x 分量跟 y 分量，所以这两个啊分量的平方相加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个例题。在空气里面向正 x 方向传播的电磁波，它的磁场是这个啊，这一项加这一项，这个是一个 time harmonic form， 要注意它的单位啊，单位是 milli ampere 啊，我们往往很多同学啊，这个单位都不记啊，然后到后来也没有单位，那这样不行啊！现在要求这个波的波应挺向量的平均值啊，求它的平均值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做？现在只有 H 场啊，只有 H 场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要波应挺向量平均值是二分之一 real。E cross H star， 所以你要把 H star 它的向量式求出来。好 ，H 呢，它的向量式是这个样子的，啊 ，AY 偏振方向八个 milliampere per volt 啊，然后它没有 initial phase， 所以它只有这个，啊，它的这个 phase factor 就只有这一项啊。然后 AY 呢 AZ 呢是12个 millivolt per ampere per meter， 然后它的这个 phase factor 就是后面这个啊，不过要注意你把负号提出来，这里是一个减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取它的实，取它的 complex conjugate取 complex conjugate， 你就把负号变成正号，啊 ，j 的地方有原来是负号就变成正号，啊，就是这个，啊，那我们现在等一等，我们要写出一个公式来啊，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是什么 ，h 场的 y 分量，这个是 h 场的 z 分量，那么 y 分量。它的 amplitude 我们写的是这个啊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八个 milliampere per meter 啊，这个 h o z 呢就是十二 milliampere per meter 啊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，OK 啊，这样一个式子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相关跟。它给我们这个 HX 相关的电场 EX， 好 EX 我们就按照这个啊，你知道 H 场，你要求 E 场，就是负 A 场乘上
A X cross H 啊，那这个是它的行进方向嘛，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把 A X cross H 啊 ，H 在前面了啊 ，A X cross H。AX cross AY 这边 AZ 在它的后面去了啊 AX cross AZ 是负 AY 啊，那就第二项 OK 啊，它就变成这个啊，这个乘上这个 AY AZ 啊，它是这里有个负号，所以这个正负号正好颠倒过来，啊，颠倒过来。那么电场可以写成这样子。那现在我们把它写成它的标准形式，就是有一个正负 ，y 方向的正负 ，e o y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eta 乘 eta 零乘十二，这个地方少了一个 eta 零啊。这个 OZ 的 HOZ 旁边 你再加一个 eta 零 ，eta 零漏掉了 ，OK， 啊，这个也漏掉了啊 ，eta 零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啊 ，OK， 啊，这个是 EOZ， 啊，这个是 EOZ， 啊，这个是 EOY，OK，、okay。好，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以后啊，那我们就看时间平均的波音停向量。好，二分之一，这两个相 cross 取时数值，那么这个 cross 以后呢，还是一样啊啊，那么 y cross ay cross ay 是零啊。AZ cross AZ 是零啊，那 AY cross 啊 AZ 呢，那就变成 AX 啊啊，那么这个也一样变成 AX，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啊。然后我们说刚刚这里说 EOY 是等于 eta 零乘 HOZ 啊，那么这里就用 eta 零。eta 零乘 HOZ 啊，那它就变成二分之一 eta 零 H 平方 OZ， 好，加上二分之一啊，这个是 eta 零乘 HOY， 所以它就是 eta 零 HOY 的平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值带进去啊。eta 零377欧姆，啊，已经变成 HOZ 了，就 HOZ 是12个 mA² 加8个 mA² 啊，最后就得出这个值来 ，OK， 啊，得出这个值来。好，那么这里是用 eta 啊，如果你这里用 z 呢，啊，用一呢，你这个。就变成二 eta 零分之一啊 ，oy 加上 eoz 啊，你看这个 eoy 加 eoz 哈，啊，所以你们把这个式子回去用电场把它表示出来 ，OK 啊，自己用电场把它表示出来，最后它的不要忘记它的单位 milliwatt。per meter square。 好，我们再看一个例题。有一根长为 L 的垂直电偶极子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呢，叫做 Hertzian dipole， 天线里面的 Hertzian dipole，它是竖在那里的啊，竖在那里的，它的电流是随着时间改变，所以一下子上面正下面负，这是一个电偶极，等等又变成下面正上面负，所以这个电偶极的方向啊会
变动。好，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电偶极呢，它是电流是这个值啊。在我现在我们要求，就说把这个电偶极值啊 L 长的摆在 Z 轴，求在空气中距离天线 R 远处的，就是我们知道在空中距天线 R 远处它的电场是这个，这还不是很远很远了 啊很远很远的话，它是球面波就相当于一个平面波啊，因为它的球面半径很大嘛，曲率半径大的不得了，就等于一个平面。但是这个还不是哦，你看它有 R 分量，有 Theta 分量，就说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好了啊，这个是天线的偶极值，在这个地方天线偶极值啊， Z 轴在这里震荡，哎，在这里震荡。好，电场是这个值，哎，这是它的这个向量式啊。好，式子里头呢，一零是这个值，我们先不管，以后到天线我们会导出这个式子啊，到下侧天线我们会导出来。那 eta 零呢，当然是这个，因为在空气里面呢啊，贝塔零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啊，因为你现在这个是电场嘛，你 H 场的话要有 H 零嘛 ，H 零就是用这个。好，现在要求这个电偶极值啊，与它就与这个电偶极值等距离 ，R 等于二 lambda 处，就是这个地方。R 永远等于两倍的波长，这个地方啊 ，Theta 呢 ，R 都是这么远，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啊，这个圆就是半径为二 lambda 的一个圆啊，那么都是在这个地方，不过它有三个位置，这个地方是零度。这个地方是90度，跟它啊，这是 Z 轴了，啊，还有一个45度啊，求这三个地方的偏振形态。这个时候你在不同的位置看它的这个偏振形态不一样哈，因为它有 Theta 的关系啊 ，Theta 有时候是零度，那就是 sin 就是零了。90度的地方，这个是零，那只有这一项啊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图哈，这个图 OK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在 P1 点 ，R 是 two lambda， phi 角是任意 phi， 它这个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图形呢。我们只是画一个在一个平面，就是它你可以以这个 Z 轴啊为轴绕一圈啊，绕一圈就是 phi 角啊，其实它的这些 R 啦还有这个 Theta 什么都没有变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把 R 等于 two lambda， Theta 等于零啊，这个值从这里求出来，贝塔零乘 R 是多少？因为我们要用到贝塔零啊，二派 of lambda 乘二 lambda 就变成四派。好，带到他给我们的这个式子，啊，我们就得第一个位置啊，这 P1 点，它的坐标在这里。西塔是零度，距离偶极值的中央是二 lambda 啊，你看零度的话，这不就没有了吗？就只剩下这个，
就只剩下这个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向量，好，它的大小是这个，就是说一弯这个地方啊，它的大小电场是这样子的啊，电场是这样子的 OK。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 phase 了， phase 啊，这 R 啊，10 J 这个是等于一了嘛，哈，这个 J 四拍是这个这一项的啊，这一项 OK， J 四拍，然后啊，这个是它的啊，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呢，就会得到这个哈、啊、，R 是等于 R 等于二 lambda， 那就是四个 lambda 平方跟这个二约掉一个，就变二。lambda 平方分子这个东西，好，那么它是一种什么形态呢？因为它只有一个分量，只有一个分量，那这个 R 分量你看看，看看图就知道了，现在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就是 R 的分量，R 这个也是 R， 这个也是 R，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 R， 所以这个位置的 R unit vector 就是 Z 的 unit vector， 所以它是啊，它是 Z 方向的 polarization 啊 ，Z 方向的 polarization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再看，在 P2 点 ，P2 点这个值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这个还是四派，因为这个值是固定的啊。带到这个里头去，那现在呢，西塔九十度这项就没有了，它只有这一项，啊，只有这一项 ，OK， 啊，只有这一项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哈，它的偏振方向。我们其实就看这个了，偏振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了，啊，偏振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，好，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？你看，你现在在这一点 ，R 是这个，这个 R， 这个 R 是什么 ？Y 方向。它怎么是 Z 方向？哦，西塔不是，它就是 C， 西塔的方向。好，西塔的方向。啊，西塔是这样子哦，从这里算过去啊，啊，以这个为始边，啊，这么转过去，这么转过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西塔是跟这个垂直，跟这个轴垂直，啊，西塔 unit vector 的方向，所以它也是。Z 偏振啊，也是 Z 偏振 ，OK， 啊，也是 Z 偏振。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画一画嘛，哈、啊，这个可以画一画啊，变成这样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 C 点 ，C 点这个前面都一样，四十五度，这个都一样。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，现在四十五度两个都存在啊，四十五度是二分之根号二，啊，二分之根号二。那么我们带到这个是等于四 lambda 平方，就二 lambda 的平方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啊，应该是二分之根号二。好，那么我们把共同项都提出来，嗯，这个这个 J 四拍就是一了，啊 ，cosine 就是一，就等于 J 零度一样了 ，cosine 是一了，然后
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啊，它的 cosine 就是 cosine 这个值就是一。好，到这里来的话有个 j， 啊 ，j 就是你把它当作零度的话 ，j 就是二分之派啊，啊，二分之派 ，OK， 啊，那于是啊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，那正负都一样，啊，不是正负不一样，这个共同项拿出来，正负的比呢？二派比一，啊，正负不是一哦，然后这个是零度，就是正二分之派 ，theta 二分之派，正二分之派，正二分之派是左旋，啊，它这个正负比值不是一，那就是椭圆偏正的形态，啊，椭圆偏正的形态 ，OK， 好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图，它这个第三点它就是左旋啊。如果你朝这个方向看，它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它没有画出来啊，这样子的 OK。 好，那么这是第六个例题，我们现在看第七个例题，它证明一个圆偏振波垂直入射与理想平面导体的表面啊，其反射波之正负方向，这个是要我们证明反射波的偏振方向与入射波偏振方向相反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证明过嘛哈、啊。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圆偏振波。好，假设这个理想的导体平面是位于 z 等于零，从空气里面就是 z 小于一的区域向正极方向行进的圆偏振波，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啊。如果正的话呢，是左旋圆偏振波；如果是负的话呢，它是右旋圆偏振波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看它的反射波，啊，反射波呢，我们假设是这个样子，啊，这是 C1 一个常数了，我们就用 C2 表示，啊，它也是 AX AY， 啊，不过它就是这个不一样嘛，啊，这个是未知数，你求出来，如果是正的话呢？那它跟它的偏振方向都一样，如果它是负的话，那就是原来正变负，原来负变正啊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啊跟入射的偏振波不一样 OK。 好，现在我们看你现在怎么求这个东西呢，我们还是要用连续条件呢，空气中合成波是入射波加上反射波啊，这两个加起来，这两个加起来啊，我们就可以啊，这一项加这一项 ，OK， 加这一项，我们带入这个，还有这是刚刚那个是在空气里面的总波，好，导体内的总波呢是 E two zero 零，因为理想导体它没有波进不去嘛啊，所以在两个电场的界面上面，电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，tangential component，tangential component 啊 ，z 等于零之处要相等。那因为它是朝 z 方向传播的，所以 ax ay 就是 x 方向跟 y 方向都算是它的切线方向，所以这两个都要考虑。好，入射的总波在 z 等于零，这个 z 等于零乘进去，啊，加上反射波 z 等于零带进去，要等于 e two 是零啊。好，那这个等于零的话呢，我们看就看到这个括弧啊，跟这个括弧可以约掉了，那就是 c two 等于
复 C 问，所以反射波它的电场啊是这个，反射波的电场是这个啊，是这个。你看，这个不是跟刚刚都一样吗？入射波与反射波的 A 级 delta 都相同啊啊！如果我们看这个是正负啊，那这个就看正负都一样，它差二分之派，正二分之派是左旋，负二分之派是右旋，但是你现在看的是反射波，就说你不是从入射波这个方向，你是从反方向看，波朝这里来，你从那边看，所以这一边如果是左旋，你那边看就是你的右旋，这一边入射，从我们从入射波这一方面啊，我们看入射波相对我们而来啊，那么反射波那一边呢，正好就跟入射波相反哈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，这个图，这个就是入射波的方向打点的，从荧幕里头出来 ，x y 哈。好，入射波在 omega t 等于零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。OK， 零啊，那么它 Omega 往这边哦，往这边跑，你看它现在哈，它是什么频？它正二，如果是正二分之派的话 ，Delta 是正二分之派，就是左旋呢、啊，是这样子转，这样子转 ，OK。如果负二分之派的话就是这样子转，但是你如果是反射波啊，你原来是这么转的，你站在反射波这一边看呢啊，它还是这个样子，不过我看看这有没有画错，在这边看看看啊，入射波反射波啊，跟这个，你在这边看是反射波哈、啊，对的。你现在在那边看，应该变右旋。就是我们实际来讲好了，你朝这边看的左旋，然后你朝这边看呢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这样子是什么？这个方向是右旋啊。就说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现在这个波啊，这样子的话呢啊，我看看这应该画过了，这个是书上的原图啊，书上原图波是出去 OK。它是这么看，你往这边看这样子的啊，现在这个还是往这边啊 ，z 往这边，不过你现在是在哪里看？在那边看，那边看就是这样，就是右旋圆偏振波啊，这个是左旋啊，左旋啊，这个是右旋，你这样子还是右旋，不过你现在人是在这一边看呢啊。所以它就变成左旋了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哈、啊，不看这个图要最好还是多解释一下啊，如果光看这个图呢，可能会莫名其妙啊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就证明了圆偏振波。垂直入射与理想导体的表面反射波的正负方向呢，跟入射波是完全相反。